那个你想问，那现在没有动啊，我问那些人了。各位乡亲，各位市长，大家好吼，我是迄个捷运万大综合线吼，一边的迄个是中和一边的迄个中和高中附近一边的这个自救会代表代表啦吼。今天我来来遮是，我看到各位市长全家，实在是不怪心诚酸啦。因为阮即摆迄边的进度还袂到，还袂到这个政府来评估啦。阮即摆敢若这个捷运局袂甲阮开一下说明会，阮就来抗议啊，就无爱互伊阁继续做事啊。风声真侪风声啦，吼，政府会用真侪手段来逼死老百姓，来退出来，不管是。是用这个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方法，拢会来强迫这些百姓。我是讲，我是希望讲，伫这个抗争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啦吼，可能过两年，阮拢知影过两年。我是希望较紧的，把这个法律吼，啊，到迄个领导迄个立场讲的吼，把这条独立征收条例吼，把这些较紧修。唔通吼，政府安尼做无本的生意啊，悄悄甲你卖，甲你卖落来，啊，贵不要卖，我才会贷款，歹势啦吼，真有疑问，有伫遮，我讲咧较超过啦吼，啊，不过，事实是安尼啦，我讲到遮，谢谢大家。